种的地方看呢？长恒仙君到底长什么样啊？让小兰花这么神魂颠倒。人家是战神，大人物，我们哪见过？那长恒仙君到底怎么成的救命恩人了？不会是小兰花血梦瞎编的吧？修命部这份工作不难，就是繁琐，人的命运会被任何一件小事牵动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用我师父的话说就更复杂了。命数自天道起，身万物过去一。